这个是不是那个网上说的那个灵魂提取器啊？对对对，就是这个吧。我感觉很舒服。对，它酥酥麻麻的。小姐姐，您是才到吃完火锅吗？怎么头发上一股火锅的味道？对，而且外面下雨了，头发都有点油了。我就是想着今天要过来这边，然后三天都没洗头了。好的好的，今天帮您洗干净。小姐姐，现在先帮您戴一个蒸汽眼罩哦。小姐姐，您感觉这个味道香吗？我挺喜欢的。挺喜欢的。对。和您刚刚吃的火锅比，哪一个要香一点？两个各有各的香味，火锅当时吃的时候也挺香的。好的。小姐姐，你感觉抓的重不重呀？我觉得可以再重一些，感觉每次吃完火锅，反正经常就会头痒痒的感觉。嗯，好的好的，帮您抓重一些。小姐姐，您可以靠在我的手上来，没关系的。可以靠上来吗？当然可以啊。因为我之前去洗头都是不能靠的，他就说我头好重，都给我整不会了都。没关系没关系，他是您可以靠下来，然后您越放松我们越好洗的。是不是有很多泡泡啊？感觉好解压呀。对，有很多泡泡呢。痛吗，小姐姐？我觉得我还好。还好。嗯。好。有没有人按着按着睡着的？会，但是大部分的话他是就是那种朦朦胧胧的睡着的，他也不会睡得很就是打起呼来的那种。有也有。放轻松，放轻松，头靠在我的手上，放轻松。小姐姐，接下来要帮您洗一下耳朵。我早就想体验一下了，快快点吧，我已经迫不及待了。好的好的，现在帮你洗。
超越度，你感觉痛不痛吗？不痛，我只是害怕，但是你掏的我不痛。师姐，你把头抬一下，好，套下来，对，好舒服呀，我就真的想躺在这儿不想起来了。体验感怎么样呢？我觉得真的很舒服，感觉洗完头心情都变好了。师傅，要是你把你家店开到我家楼下的话，我感觉我会很开心的。好的好的，下次一定。好，这就像我们家是这样的，就是今天你洗完头发，你感觉这个服务值多少钱，你就付多少钱了，好吗？好的。